好，我是有点接运动了。我们今天一身装扮，又是来爬山。那我们今天的行程呢，就是走特富野古道。特富野古道跟特富野步道不一样哦，边走边跟你们说。古道跟步道有什么不一样？特富野古道是我们现在走的这一条，它全长是有 6.32 公里，那还蛮长的。对，然后前面的 3.8 K 是平缓的路，后面很陡，听说有4000阶的那种木栈道还是木阶梯。4000阶哦，所以我们没有要去吧？没有，我们特富野古道它的入口位置是在至中，然后特富野步道它是从达邦部落那边，它是连接达邦跟特富野部落这两个部落的一个步道，它的全长只有1100公尺。那其实特富野古道就是我们今天走的这一条呢，它有很多铁轨，对，所以它不会是那种很剧烈的上下，今天是轻松的路线，因为我们今天晚上要来吃好吃的。我看我们的那个三台车啊，后座全塞满，跟大家出来最开心就是我根本就不用烦恼吃的这件事情，我只要负责帮忙吃就好。阿里山铁路在1914年正式通车，至今的早停车站。你还真的照念啊？看看镜头吧。Spent days and nights right here thinking about the meaning of life and love and why my heart is beating in the moments where I find my point of view.Are the moments where I think of you Sitting by the window I see 你先把头发绑起来。现在粉丝已经知道说你那个状态，你知道就是绑起来就是战斗状态。也不会啊，我也可以绑的时候很但是你如果放下来的时候战斗状态应该蛮好笑的。变消磨，这个路就是很适合跑步的。有点短，所以你现在要跑很多趟。是这种跑来跑去跟神经病一样，到底在干什么？对啊。而且因为这边真的太轻松，所以这边的那个年纪真的蛮长的。我刚好看到。对啊。然后人家就会想说，这下人哪有什么问题？假扮弯腰了。其实虽然起了一点雾，但还算不错。然后我发现，这边蛮冷的耶，凉凉的。对，因为它可能因为树很高，对，然后都把阳光遮住了，所以其实会有一点点冷。这边铁道真的超多的，铁道迷一定超爱。阿里山的铁道大多是巨石在的时候去新建，那是约日本的探勘队，然后。就是有发现阿里山这边有很大量的块木，所以他们才去新建铁道，然后把那些木材啊砍下来比较方便运送。对啊，所以其实这个以前都是经济用的。我看我绑到的话，你会不会紧张？有一点。大家就跟我说跑起来，我现在改邪归正迷路的少女，迷雾中的少女，你是迷路的我想起掉落你应该是没迷路的。这边真的超美，
开心吗？开心。姐妈是指标，她来我们就来来来，我们的指标人物，以后我妈来，大家都会来。游览车呢？对，要游览车的。等一下以后都大阿公阿妈都出来了。笑容，对，我说哇，难得开那种轻松惬意的团，所以侧腹也真的是适合全家大大小小。嗯。No, it's like really soft. Yeah. 绳子不用了。好，我们现在去帮他找个绳子。有绳子的话，应该就可以。对，就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找到一个超长的绳。坐在那边。嗯，头。我们应该拍一个最瘦的。Look here, I throw the stone. 小心他丢那回去。You see? Okay.你找一下，手机，蓝色的 ，OK， 啊，过，小心哦，慢慢来，不要急。来，大厨现在都在做什么事情？这个是火锅，这个是咖喱，好，先来这边还有开箱白饭，太满了不好搬。麻辣鸭血，上面还有，然后那个麻油鸡，然后鲑鱼，还有很多炸的，还没有。这是被虐待的童工，童工说了两句，开玩笑的。哎，你怎么没有骑车在那边炒菜呢？我们没有车可以骑。不要，我们不是要来那个走那种很硬的路线，我们要走轻松的。好，有没有觉得这样够欢的？就是现在已经5点了吗？
五六点了，六点多了，六点了，天也要黑了。然后我们等一下吃饱可以去看萤火虫。阿里山的萤火虫其实几乎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品种。阿里山的萤火虫在台湾的萤火虫种类其实已经占了三分之二，对，所以它的萤火虫非常的多种。那我们去看萤火虫的话，有一些看赏虫的一些礼节，比如说三步一没有，不喧哗，不碰触，不用手电筒直射，跟没有光害。虽然后面的两个都是很像的，所以代表这件事情很重要。如果说你真的要去看萤火虫的时候需要用到手电筒，记得用红色的玻璃纸把它包起来，因为红色的光子在就是对待昆虫上是比较友善的。对，所以说吃饭，饿了，我饿了。虽然没走什么路，但我也是饿了。好啦，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订阅、按赞或分享哦。我们下次见，拜拜。我现在来到那个，什么迷糊步道？变迷糊了，对，我也变迷糊了，吃饱就迷糊了。迷糊步道就是你一走下去，其实就可以看到一些萤火虫，可是可能我们来的时间可能不太对，还是什么的，就是萤火虫没有到我们想象中那么。萤火虫还没上班。可是有看到，一下去就有。然后我们刚刚有走过吊桥，可是太黑了，然后这样走过去是没有东西。那我们接下来去看琉璃光。就是豪华露营团，有没有很期待？有一点。有床的露营哎，有弹簧床，弹簧床，弹簧床哎。好，等一下哦，我一段到你前面来。你在录摄影师啊？对，我在录摄影师啊。别了，别录我了。是我们的摄影师操纵空拍机，战战兢兢的模样。Oh!你走很不自然，不行，这样子不行。就是你会一直去注意到那个空拍机。等一下，没有，我要推你，你快掉下去了，你很危险。对，不会，他掉下去我会录到。我们有粉丝敲完说想要看那个摄影师平常怎么拍一轮的，我们今天就刚好请了二支。就是这样，拍摄影师的视角，战战兢兢的模样。摄影师很辛苦哦。对，摄影师飞一次空拍跟跑越野跑差不多，跟他间歇差不多，就是心跳一拉高。有一天小明到庙里去求签，然后他就抽到了大吉，抽到大吉，对，然后就拿去给庙公解签。好，然后庙公什么都没讲，就给他一杯红茶。他就很疑惑，然后妙公就说：“来，大吉岭红茶。”我跟你讲，我笑的不是这个，笑的绝对是他为什么讲这个笑话可以讲这么认真。